为了节约时间，我们分头去做事。爸爸去觅食，哦不，爸爸去加油，我们去觅食。那他看中一条狗，哎呀，这狗。那儿子看中这只狗，一直想把它带走。别碰，别碰。你不喜欢爪子吗？你吃什么？有。多少钱一碗？3块。那个奶茶呢？也是3块。哦，好的。对对对。哇，这一碗好多呀！估计比我现在包子大多了。还有是牛肉馅的，尝一下。可以可以，白菜、萝卜、牛肉，这还可以。那拿提呢？我们很幸运的。对，今天变天下雨了，你看山上，你看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往里面走啊。哎呦，那好冷。可能到了中午，它又不下了，不下雨了，这个地方。但是现在已经几点了？现在已经10:40，10:30了。是啊。前天下雪了，今天离开了南拉提，再往前面走，往库车走，那就是独库公路的南段了。所以这一次带他们两个出来旅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景点和环节吧。因为新疆很多人来过，但是独库公路并不是说每一个来到新疆的人都能够去走的，因为独库公路它是那个地方路不是特别好，常年封山，只有夏天6月到7月可能开通2到3个月吧，2个月可能还，而且会随时的会封路，比如说现在这个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奎屯，对吧，到这边南拉提这块的北段它就是封的了，所以我们就从西边这边绕过来，然后我们现在只能走一小段的南段，从南拉提一直开到库车，我不知道要走多久，这导航里面好像有好几百公里吧，5个多小时，导航5个小时，我想我们开的话起码10几个小时，你还想游玩，所以这里面这条线估计会走2天啊，希望我们走到翻过独库公路的时候会有好天气，要不然这种天气也特别扫兴吧。我以前的这个路坑坑洼洼的呀，哎呀，好烂啊这条路啊，你看比较奔驰就开过来了。哎呦！你看山那边这么好看的景色，然后这边就是烂路一条。所以这条路开不快呀，想开也开不快呀。这个路怎么开快？这太阳出来了就好看了。哇，这是个马场。向右前方行驶。前方因施工导致拥堵，长度200米，预计通行时间1分钟。怎么能这么颠簸呀？是啊，你终于说话了啊！这颠才把你颠出话来的，游戏玩不了了是吧？影响手感是吧？哎呀，我这躺着的，然后肚子里的东西。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4公里。独库公路啊，这个就是独库公路啦，继续行驶56公里，这个就是独库公路啦，南段看没？哦，南 S217 南 G 啊 G217 G217国道217。你要到哪里去呀？骑不动了，看一下这个多大年龄啊，年轻人还是老？年大了。哇天哪，白发苍苍啊，感觉老头爷爷没差不多，精干精干的那种。天哪，这下雨还要骑自行车，真是太佩服了，太佩服了。都前面还有，前面还有，我好佩服这些老年人。这跟我们爷爷一样，他就说，我年纪大了，我要去哪里哪里哪里。但是别人是富裕富士情况。
哇，你看这个，哎呦，我觉得我要是年纪大了，我也去挑战自己。这不是女的？哇，哦，真的牛啊！是女的夫妻吗？有可能啊。我的天哪！我要是老的话，我也去挑战一下自己，骑自行车啊，退休了，那只能退休了。嗯、啊，你可以，你我不骑，你跟不跟我去？我不骑车，真是，哎呀，没意思，没劲，那我自己玩呗，自己玩儿蒙古包呢？这是啥？蒙古包。哦，看他在拍什么，这么大一个。哎呦，多好看呐、啊，处处都是景啊。眼睛不够使，左边看完看右边，右边看完看前面。哦，这是什么？你看，羊啊！哦，我说羊，哎呀，好脏啊！羊。哎，我觉得比这个昨天那个娜娜提还要好看哎！哇，娜娜提也好看，娜娜提也好看，但是没花呀。哇，我操！而且这里不要钱呐、啊，这还有冰川呐、啊！你看这上面白色的。哎，快快快，来来拍着你。这是什么？您已偏航，已重新规划路线。那是的。途经独库公路。我都爬山了。肯定是偏离路线了呀！哇塞，蓝天白云，这个通透的天气，只能够照这种什么新疆啊、拉萨呀这种高海拔的地方拍，中国这边才能感受得到这么通透的空气质量。哎，吸肺吸肺！哎，小 Z， 深呼吸。深呼吸，你也深呼吸，把肺洗一下。为什么有一种什么呼吸方式可以深呼吸的那种？哇塞，真的是好美啊！特别爱拍花，最近。什么？这是还没有融化的这个雪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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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人家准备拍了。这个再过千年，这个就是冰川了，知道吧？啊，我们现在来到冰川的前期。哎，你拿着袋子从那滑下来。对呀、啊，可以啊。哇，他开始兴奋了啊，是吧？难得看他兴奋，开始跑起来了。慢点，慢点。这南方孩子啊，没见过雪的，那有机会把他带到东北去玩一玩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我不上。啊？我不上。我顶着你。我不上。来，我顶着你。啊？你想想，不是搬海就好吗？我也是，我顶着你屁股上。不用了。哎，他准备爬到哪里去了？还要爬？哎呦呵！啥？
那踩一个铲出一个平台你才往上走啊，你这看我怎么铲，来来来，你看我看你怎么铲的，这你的鞋子不行是吧，鞋子不够圆，算了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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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你需要这么弯的腰走吗？你上来给你拍张照。这是我们走独库公路第一个这个限高栏，4米5没问题，我们3米2，还有防雪走廊。这冬天的时候，这上面可就是雪。31那边是吧，31上面，要不然这条路就封掉了，冬天的可能走不了。好大一个，一个好大一只鹰呐、啊。这是进入了巴音布鲁克的草原，走吧，去下一站。反正在废无人机。哦，这车越来越多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刚才我们翻过那个纳尔敦打板，是独库公路里面就是最矮的那个一个垭口。我来关，我来关。这还是最矮的啊？对，最矮的。在北段那边还有两三个吧，那个。垭口就更高一点。小郑，你刚才有那个高反的反应吗？没有。没有吧，没有就对了，因为它海拔只有2700米，不是特别高，所以翻过来以后你这边看到的就是2000多米的一个高原草甸，应该是草甸或者草坪啊，不是草坪，就是草场。草场，对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高反的。你看这个就像一个很美，和那个昨天看到的就和娜娜提那边是不是感觉又不一样了？看看前面雪山，哇，好了好了，好吧。我已经拍了照片，回去换桌面。啊群羊啊！这个刚才是蓝色，这个是红色的，那可能是坐标是哪家？像爱点那种叫天正、啊。哪家是哪家的？绿色。你这边还有一大群。哪里？左边。哦。那雪山和羊群才是最好的。这边也有一大群，哦，好多，你看看。
我们看羊都可以看半天。你看，可以录下羊的叫声，是吧？这看羊的看半天，有的羊群旁边还有两条那个牧羊犬。这个羊群你们没看到？这里，我来看。哪里啊？这有狗呢。对对对，那前面那个牧羊犬，看到没？那黑色的点，要用长焦拍才拍得到。那个牧羊犬好像没做事这样子的，它会做的，远远看得到。跑到那么远去玩去了。两条狗，我看到了。